害了。奶茶妹妹办晚宴，请来了美国半个时尚圈奶茶妹妹张泽天，被爆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时尚晚宴。看了现场照片，这是把美国半个时尚界都请来了的节奏，还有很多国际大牌高管。除奶茶妹妹之外，合影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小天右侧那个满头白发却潮味十足的奶奶，一看就是时尚界的精神领袖。是的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Iris Apple， 95岁的高龄依旧风采十足。奶茶妹妹请来美国半个时尚圈 Iris Apple， 她是整个时尚界最受尊敬的 Fashion Icon。 2013年曾被英国卫报列为全球50位50岁以上最佳衣着者之一。从照片中不难看出，奶茶妹妹超有主人翁气场，自信大方地站在最中间，十分大气。这样的气质引来网友们的羡慕，大家纷纷留言说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，佩服张杰是歌坛其同为。卓伟表示对方很能吃苦。卓伟答网友问，近日谢娜删除大量与张杰相关微博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而在同时，网上又传张杰是歌坛其同为。对此有网友向卓伟提问，卓伟大大妄传张杰是歌手界的其同为，请问他的成名之路真的是这样吗？卓伟仅用了十个字回答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厉害了。奶茶妹妹办晚宴，请来了美国半个时尚圈奶茶妹妹张泽天，被爆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时尚晚宴。看了现场照片，这是把美国半个时尚界都请来了的节奏，还有很多国际大牌高管。除奶茶妹妹之外，合影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小天右侧那个满头白发却潮味十足的奶奶，一看就是时尚界的精神领袖。是的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Iris Apple， 95岁的高龄依旧风采十足。奶茶妹妹请来美国半个时尚圈 Iris Apple， 她是整个时尚界最受尊敬的 Fashion Icon。2013年曾被英国卫报列为全球50位50岁以上最佳衣着者之一。从照片中不难看出，奶茶妹妹超有主人翁气场，自信大方地站在最中间，十分大气。这样的气质引来网友们的羡慕，大家纷纷留言说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，佩服张杰是歌坛其同为。卓伟表示对方很能吃苦。卓伟答网友问，近日谢娜删除大量与张杰相关微博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而在同时，网上又传张杰是歌坛其同为。对此有网友向卓伟提问，卓伟大大妄传张杰是歌手界的其同为，请问他的成名之路真的是这样吗？卓伟仅用了十个字回答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厉害了。奶茶妹妹办晚宴，请来了美国半个时尚圈奶茶妹妹张泽天，被爆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时尚晚宴。看了现场照片，这是把美国半个时尚界都请来了的节奏，还有很多国际大牌高管。除奶茶妹妹之外，合影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小天右侧那个满头白发却潮味十足的奶奶，一看就是时尚界的精神领袖。是的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Iris Apple， 95岁的高龄依旧风采十足。奶茶妹妹请来美国半个时尚圈 Iris Apple，她是整个时尚界最受尊敬的 Fashion Icon。 2013年曾被英国卫报
列为全球50位50岁以上最佳衣着者之一。从照片中不难看出，奶茶妹妹超有主人翁气场，自信大方地站在最中间，十分大气。这样的气质引来网友们的羡慕，大家纷纷留言说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，佩服。